这两个东西其实还是一套的，是什么？就是看外表就差不多，新一代的，小小的一个，非常小的一个，哇，撕开，它这个是封死的，代表是原版，撕开这一条。说明书，本体，就是它的充电线，还有盒子，啊，接下来要开这个，它的套子。出现了一轴。